一秒是多少？如果你相信生命等重的话，你就知道人类的手段多么长。我们真的要去想，这个数字的背后代表的是。那以劝说来讲，其实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嘛，次数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，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健康的概念，鼓励孩子多吃素。我们办了素食的圆游会，让孩子跟老师们他自己来发现说素食健康的元素。那也有老师他分享多吃素食，哎，那天好像精神就比较没有那么疲惫，在推广素食的，让孩子们啊在潜移默化中啊他们会能够慢慢去接受。因为爱让生命